啊，大家若知影讲，这个是普普通，得上真是无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家庭的享受是有，但是真正的爱是无。有真多真多朋友，我相信伊有真多时间甲朋友做阵，伊也无一定有时间甲家庭的人做阵，这是有影。哦，今仔日伫咱新加坡，咱逐个人拢有家己的厝，拢有家己的家庭，但是你的家庭有幸福无？你这当时就是只要你妈讲会当结婚，会当交人，有一个家庭，好啦，但今日结婚啦，啊，你有家庭，是不是你有家庭就有幸福呢？无一定，今日有真侪单亲的家庭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老爸老母离婚了后，这个囡仔是跟老爸，还是跟老母，这叫做单亲的家庭。新加坡愈来愈侪，中国离婚更加厉害，三对内面有一对就离婚，所以你讲厉害哦，吼，你的百分比，你的八成，真怪真怪，所以。咱新加坡哦，咱人看见王在最近哦，哦，真侪人哦，啊，家庭无幸福，家庭有真侪真侪个问题，关系真正无好。无偌久之前啊，有一个调查哦，看无相的种族伫新加坡，倒一个种族的这个自杀的percentage会较悬，啊，你会发现着马来人的自杀的percentage真低，只有4%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因的家庭的关系真好，所以因较少这个问题。但咱当然啊，咱的离婚啊，咱的这个叫自杀的percentage真高，到81%。啊，就是讲哈侪种族内面，当然哦，爱死的真侪，爱死死的真侪啊。当然你钓鱼线你袂死，你跳龙沟你袂死，啊，但是你呢？你若是跳楼啊，定着死，对嘛？你讲影无？所以吼，有真侪人当时是爱死，用自杀来解决家庭的问题，讲对不对？啊，话做某的嘛是激心，哦，家庭问题啊，翁伫外口乱乱来，讲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死就激心，真生气，哦，真怨恨恁个翁，所以要死的时候，伊穿红纱死。咁我把你做鬼来找你，啊！因为人讲穿红衫死哦，迄鬼真凶的呢，穿红衫死啊！但是我跟你讲，信耶稣的人有相信这种啦，吼！啊，咱人免不存死啊，因为这个对耶稣的解决咱的问题实在是有影。所以各位，咱爱有一个家庭，但是咱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要有一个快乐的家庭，一定爱怎样？一定幸福的原因。真正的闭关伫倒咯，但咱讲跳去，咱讲来看一下。我有朋友，世界有朋友哦，有什么款的朋友？猪朋狗友，安那无跳啊？跳，我有朋友啊。细汉的时阵，咱拢有朋友哦，交阮哦，也是真侪交阮，不过逐摆留阮。这个意思，交阮就是朋友啦，老阮就是相拍，对吧？这囡仔是嘛，慢慢相拍哦，哈，哇，啊，眼看到电哪里，哦，啊，独臂刀，啊，什么玩具，啊，你别打我，我打你，啊，拿这个拿叉做刀，啊，你剁我剁你，啊，你整我整你，我会记我做囡仔时候，我真爱跟人相拍了，就是我家己真强了，家己从一点哪里来，点自己来，变一个英雄了。有一摆，家一个囡仔相拍，拍你到底多大，到袂紧张。我想，这摆让我拍死，听到无？一跌落来，对我牙刷也袂使关死。啊，我该再一个起来，是嘛？所以啦，安尼，咱囡仔时阵，咱拢有朋友，咱拢有朋友哈，啊，有好朋友，啊，有歹朋友。啊，咱食大，到大汉的时阵，有朋友无？有朋友，但是什么款的朋友是真正要紧？甲你朋友哦，无在去追你个。在你讲有几个哦，是真正会关心你，真正会了解你，真正会爱你的朋友，迄、那个较要紧，你知无？朋友一大堆，外面一大堆，会饮会食的真多，哦，啊你看，哦，你无食哦，大家拢总诶，啊你讲，哎，我若要借你哦，走个两支粉样子，啊，迄个咪就是朋友啦，啊，讲富人讲啊真对。
邀请你叫同我死党，党就是那个党啊，是死死党啊，死党啊。目前你都是死党啊，党团嗰个党啊。嗱，即系你哋都是党啊，但是互相去党嘅啫。所以啊，各位，这个世界哦，真正朋友哦，实在无多。所以咱也是真的，咱知世间的知都是无等。所以咱爱情，你的真心的朋友是真正要紧。但是你知啊，唔知有一个朋友是你真心的朋友 ，A one 的朋友，伊的名叫耶稣，伊的名叫耶稣。伊曾经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间，伊做人，伊行去咱人世间的道路，甚至最后一世，佫是是记得。伊受尽人的忍辱，伊了解甚物叫做困无觉，伊了解甚物叫食袂饱。伊了解什么叫做人的孤立、人的轻看、人的误会、人的批评，所以拢经过。你若讲听，伊就是伫经典的听，比你比我的听搁较侪，搁较多。所以伊来做咱的朋友是有春的，伊做咱的朋友是上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人生爱经过，伊拢经过。你明白无？所以各位。无一个神，亲像耶稣安尼款，听但世间人。朋友上要紧是啥物？听、爱。若无爱，啥物拢是假，真个。所以，啥物所在个人才是真正朋友？有时咱想到着，就教会内面，咱才是真正最真正朋友。伫外面毋是无啦，几哪个啦？啊，有诶朋友真久不联络，但是真正诶朋友，久久拢会甲你会记诶，久久拢把你放伫心内，啊，迄叫做真诶朋友。好，啊，朋友呢，久久无见，连你诶名叫啥物拢袂记，吼、哦，看到你，咿咿啊啊，啊，你敢若是姓陈，我敢若是姓林，我敢若是姓黄，啊，你姓啥物？袂记诶，但是真正诶朋友，久久拢会记，久久联络一摆，感情就是真好。但耶稣是咱上好人生的朋友，咱来看另外一个。